国泰航空公司 CX-505 班机由香港往温哥华最后程。日本航空公司 JL-08 班机由香港往三藩市的乘客，请由17号站登机。西北航空公司 NW-015 班机由香港往西雅图的乘客，请由23号站登机。国泰航空公司 CX-205 班机由香港往雪梨最后。JL-08班机由香港往三藩市的乘客，请由17号站登机。西北航空公司 NW-015 班机由香港往西雅图的乘客，请由23号站登机。国泰航空公司 CX-202 班机由香港往雪梨最后程。如果未订阅的，记得帮帮手 subscribe 同埋揿埋隔篱个钟钟啊！